也会希望自己的饭。我们大家好好叫杨子，我们今天又来说他了啊。那个卖苹果的今天不在，有可能他苹果卖完了。北方的，甘肃那边的。你好意思，你咋给的？哦。干的话是干打水新起啊，新疆过都是好的好的啊，你怎么好心情啊？好，嗯，是的，关系你不知道是吧？啊，你是红红的，还是很过时的，还没来呢，这会打过啥？普通医院怎么好起些？你知道？小看你也不好起，小看你也不好。然后我可能是他不会打的。现在想家吗？我不想。我整个美不都是洗澡？哦，没，那好，怎么没洗？把眼儿合不上，就不洗的，你知道？头发洗不出水。打回去。那还吃的不是好，你咋也还吃到？这回去他就是甜。甜他不让酸碱。啊，不让酸碱。嗯嗯。他这个位置有气压不得，你说通不到，有气压进不得。我咋？哦，小鸭儿。等到三餐。好多钱？六块。这是要好，别打官，吃就行。刚才有位顾客，上次还特地加了老爸的微信的，因为他说这种粉红色西红柿很好吃，他今天过来买的，但他来迟了。本来这个粉红色西红柿没有种多少，产量也没有那种西红柿产量高，加上因为它不能碰不能压，受菌性影响又很容易裂果，所以我们家种的也很少，今年也是第一次种这种。然后他们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，没有买到多少，还问我们明年能不能多种一点。那这个比较难种哈，因为特别是像现在突然一下雨一天晴，它就很容易很容易裂果，一碰了它就软了，软了就没有卖相了，就卖不出去了，而且裂了之后里面的汁水也很容易烂的，所以就是这个现摘现吃比较合适，比较适合自己种的吃，但是如果作为商品去卖的话，它的损耗率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如果是北方那边的话，雨水少，有南方雨水少，其实还挺适合种这种的。但是南方本来像这种稍微皮质硬一点的都不太好种，何况还是这种的，因为它也是受天气影响的。所以可能好多朋友们如果去过北方的，他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西红柿。谁不收了？我那个。怎么还？啊，一个。打的三块。有的，刚好一斤三块钱。来，进来。啥事儿？
我现在实习了都三块钱。谢谢你给我的爱。我爸在卖糖果。坐上呗。啊？坐上呗。坐三块。变冰了，吃亏了。妈，这没有啊？哦，没啊，有的，还没。我这会儿打饭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要不？哦，黄色的这一个，妈！看这根青苦瓜多好看啊！但是买青色的人会少一些，基本上都是买白的。他们会觉得白色比青色好吃一些，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吃过这个青色什么味道。那晚上什么味道？我也没吃过。老爸也没吃过。好吃，我也没吃过。有些人觉得青的好吃，专门买这种青的；当然有些人觉得白的好吃。这就是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，就像我们的西红柿也是一样的，有些人喜欢吃粉红色，有些人喜欢吃那个橙红色的，都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橙红色的西红柿做汤是很好吃的，然后那个粉色的比较适合做酱汁，或者是生吃凉拌都好吃。哎，心情好嘛？心情还没有呀。今天来吃凉面了。橘子买好多，三块钱。两块多块钱，都吃不到。三块多。丝瓜没有啦。阿三，阿三在哪里呀？现在主要就是还剩的有点西红柿，这根像翡翠一样的青苦瓜，怎么没有人问呢？那南瓜今年特别好卖，卖了好长的日子了。南瓜也好卖呀，南瓜也。今年的南瓜是因为本地菜农种的特别少，市场上不多，所以就好卖。往年太多了，价格很便宜的就不好卖。我也把它拆钱，因为我当时知道。老姐买的苦头
他把那根青色的像翡翠一样的苦瓜拿走了。我知道。3块钱吗？谢谢。这都是。他容易设置在入门。也把车费先不打得差不多。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很好嘞。我都。那个。哎，你们啥？3块钱喽！那你买点吃的啊！谢谢。老八在吃骨头，玉米骨头。刚吃了两个骨头了，这是第二个骨头。刚那个骨头茄子已经吃了。那把骨头。他已经等不及了。炖不起来。炖了一锅玉米骨头汤，晚上茄子芝麻又有的吃了。芝麻在啃骨头。茄子不要了，芝麻啃。老板，喊他喝。